因为主办单位特别跟我说，他们就是中场休息时间有十分钟嘛，他怕说有些人啊可能上厕所啊拉肚子啊，然后需要比较多的时间，然后需要我们来这边就是拖延一下，让大家可以喝个水啊。有些人可能还没吃饭的，好不好？便当啊可以拿出来吃。我们这边只有五分钟，所以是要吃快一点，要 NDS 也要拿出来打的哈，就是要快。然后讲什么呢？就是这一次呢，其实我们已经回来表演很多年了，可是应该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吧？然后。好，等一下回去每个人都有500块了。所以说这一次呢，我们依然就是在百忙之中呢，还是有做一点那个节奏，然后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表演。那最后再强调一次，我们刚才只有5分钟，所以要吃饭要睡觉的只有5分钟的时间。好，那个 DJ 麻烦一下，那个谢谢。一呀一呀，就是。Let's go.